拿在手里，不可以马上停下，停下会往后拉。你拿到这里还没走一下，我要在手表上。你懂吗？不要马上停下，停下你的脚还是我们的带，带我们的身。要确定完全停下来再下来，只是他没停下来还卡啦。继续往前走，就这样走，走偏向。我阿舅就买分手，啊，那个五个脂肪，七个脂肪了呢，已经用七个了呢，超厉害的，超厉害的，几个啊？先找看看，哎，现在是这样吗？厉害哦，你是不是？